锵锵三人行，李晶啊，咱们这个是就当前群众关心的重大课题，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请来周孝正老师，德高望重、过目成诵的周老师。哎，我现在得捧你，你知道，你有很多粉丝啊。 我现在发现粉丝的特征就是玻璃心。你说咱们俩说话，就跟他就这么熟，没大没小。但是你知道，你的粉丝们就说你怎么能这么不尊重我们的周老师？哎呦，我发现你在大家心中德高望重啊。啊，哪话呢？就是一老师，就是一老师。好，今天请你给我们来指点江山啊。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要出情况。这个我先说一雷洋吧。 雷洋的这个事情，呃，上个星期我们提过，然后呢，昨天我们看见了，这个各大网上都有了，他的家属把这个材料递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据说态度非常好，表示我们一定认真受理，但是到底立不立案还不知道。嗯、可是这份在律师团队的帮助下有了一些搜证的这份材料啊，改变了我上个星期的这个印象。 要不说，其实像我们主持人呢、啊，都是向着政府的心理。你比如说，哎，就不能冤枉群众，也不能冤枉这个公安呐。所以，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枪枪里反复就说，好像从这个发出来的一些资料上看，得出一个判断，就是说这雷洋啊，嫖娼是肯定打了飞机了，虽然说是带套打了飞机，也是打了飞机了，只不过是警察执法手段的问题。 但是，假如按照这份家属拿出来的材料，哎，你您看了吗？就两个监控摄像头啊，据说有证据啊。对。那第一次他出现在这个点儿，第二次他出现在这个点儿，中间只有十二分钟。那么十二分钟要完成进屋、脱衣服、谈价钱、戴套、打飞机、射精，这家伙没这么快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情，哎呦，让我觉得就有点，这有点不寻常啊。 假如是公安执法，假如是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最后得以确证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不亚于当年孙志刚了。就，当然我们现在必须说啊，这个尸检的正式结果还得等待，我们不能把家属单方面的材料当成认定的事实。嗯、但是周老师，你可以放炮了。这件事儿从大的来讲，就是全面的从严治党，全面的治警。 是啊，那党那党的一部分，那警是党的一部分啊，对吧？那是毫无疑问嘛。所以说四个全面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的依法治国，至少，涉及到这俩全面了。所以依法治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得举证、质证、认证，你得一审、二审，你逮着他，他是一犯罪嫌疑人，他是一个人，他不是嫌犯，你一定要注意，他有人的一切权利，什么权利？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不能自证其罪的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你现在你说他去嫖娼了，嫖娼，呃，那个，那个他只违反治安条例，他并不，并不是罪。你给我注意，呃，他怎么他怎么就死了呢？你得想想。所以他人家这问他怎么死的啊？他嫖妓了，他什么带套了，那他所答非所问，哎，所以说有一个哲人说得好，真相不需要时间，作假编谎言需要时间。 你这么长时间你还没出来，就是谎言，我敢说。为什么？如果真正的要是他他他他,他，比如说他突然间没这个没气儿了，可以猝死，这都有可能。猝死有可能啊，对不对？那么那么那那你怎么不通知家属？再说了，你那手机怎么怎么就改了？你造假，你造假，你你造不了假，为什么？你造假，你得有智力。那那那对方呢？那律师也不傻呀、啊。那律师你得想想。所以说我们一再讲一个意思，就是你作伪证，相当你编一个谎言，不怕。 哎，那么对方给你，给你戳出来，给你指出来了，你怎么办？一般人是编俩谎言掩盖刚才那个被戳穿那个谎言，又被戳穿，编四个，编四个又被戳穿，编八个。一般人到编八个谎言的时候，自个儿编糊涂了。比如说，我就问你，比如我就写简单就是说，我是你哪儿毕业的？你小学同学、大学同学等，如果是真的，没问题。你编了，再说一遍，你就说糊涂。 你信不信？你不信，咱们马上就可以试。所以说呢，所以说这件事毫无疑问就是假的，他们造，他们造假。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不能说。我们一再说，毫无疑问，真真相是不需要时间的，等待编谎话需要时间，等待。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但是我这个判断也不见得对。但是你别怕，如果要这马力日久见周老师，周老师，您这判断从来没代表过凤凰卫视的理想。我我代表你干嘛？我代表人类的文明成果。我跟你讲，咱们咱们得平衡一下，李晶，李晶，这个事情啊，你。 就是我和周老师今天坐在这儿，这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非客观的一个，因为我们俩都是打着一个人大的一个色彩，而这个雷洋也是人大，因为我是人大毕业，所以人大教授，呃，我人大校友我说你这么冲的，所以呢，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先谈到我个人感受。我发现在朋友圈里，在同学圈里啊、哎，你很微妙，因为比比如说我肯定要转这个吧，哎，有些在公检法的人他就他呢就不干了。 哎，就说你们就是戴有色眼镜，你就搞有罪推定。哎，你一说公检法，你们就认为有问问题，然后就说我们基层民警怎么辛苦，然后他怎么就是他们有他的逻辑。然后呢，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就确认了是说谁在做伪证，谁在造假。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说，既然是这么一个大人命关天的一个事情，是吧？这已经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生命，既然这么关注，然后呢，呃。 这个引起了社会这么多的不同的一个意见，那你就要公开，把所有的证据都公开出来，不要隐瞒，开放一个渠道，让大家都有一个和平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客观交流的一个渠道，都要说根据事实说话，那你就不要隐瞒事实。但是现在就等于是社会已经关注到这种程度了，然后我们还有还拿不到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对>还有疑点重重。我对、嗯、我看这次摆出来的这个架势啊，好像是就说是比较。 准备正大光明，因为、嗯、捂也捂不住了。你看，就是尸检的时候，这就是家属委托鉴定。 然后还有这个北京市这个检察院的法医，甚至还有几个家属在现场对目击，这是几方面的人看着，所以家属家属后来然后法医也表态了，一定要经得住考验。法医也表态，<对>我然后就说这家属看<对>看,看了这个尸表，家属往外边说，对说发现一个特征，就除了额角有这个伤痕之外啊，说是这个睾丸肿大极其肿大，嗯、就说。 甚至有人揣测这个死因，但是咱们不不要随便揣测了。但是就是说，这次这事情，包括你看这个律师团队，说有原来当过刑侦的，嗯，有原来当过检察官的、嗯、啊，在一块儿就是。当然，现在也有人说，说这个律师团队啊，按照严格的程序啊，现在也不是易于太多的跟外界放话，是吧？对，因为你会其实是会影响舆论的，影响舆论就会来。 来影响对案情的一些判断，但是我是觉得这里面呢，就是说有很多不得已的成分，包括有一些，就是你看很微妙，比如说我转一些东西呢，有些人就会说啊、哦，你们。 呃，他已经毕业了，他其实已经不是人大硕士的身份。但为什么这件事情被关注，就是因为他冠以这个人大硕士的这么一个称号，大家就开始点，然后就开始关心他。但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策略。如果没有这，当然了，我们说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一个农民工，你还是一个大学生，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背景不一样，所以你得到的关注还是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律师呢。 其实他对抗的也是一个，因为你的知情权在很多方面，你资源都是不配等的。我觉得这个律师可能也是呃有意无意的往外放出一些东西，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共同的目的都是要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我很同意。我现在我我在这里面，我也也很佩服我的这些。 呃，比我年长几级的校友们，我看他们不断的在发公开信，他们联名，都是八几级的打头的。嗯、我也很惭愧，我们后面几级都组组织不了这样的一个一个行动。但是我觉得，呃，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在这里我们不是校友，我们是公民，嗯、就是我们以校友的身份推动这个事情，但是获益的是所有的公民，不是说获益的是我们人大校友，是吧？当然了，是<吧>因为这个事情很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你去接一个人，你就不见了，哎、这个事情太匪夷所思了，对吗？太恐怖了，对，太恐怖了。<对>而且就是说，如果真按照他们家属所申诉、所投诉的，那就是说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警察呀，嗯、甚至或让周围的群众说你们报警报警，他们不是警察，哎呦，我就吓死了。当然，哎，要不说啊，这个极少数害群之马呢，你这也,也确实是谁都有可能碰着啊。 你俩兰州现在你知道打屁股屁股打开花了吗？兰兰州俩大学生说因为拿这个手机啊拍这个警察涉嫌暴力执法，结果被警察拿这个警棍打的，说是怎么这么喊一下打五棍呢？最后打的那个图片在网上我们都不敢放出来。要不说哎，有些爱玩这个 SM 的网友真够损的，说看的都兴奋了。就是，但是、哎、要我说，周老师就说这大学生这觉悟能达到我的程度了。 你知道，看他今天采访这大学生，这大学生还深情地回忆起来，就当年呢，也有好的警察，他丢了个什么东西啊，好的警察帮他找回来，并且表示呢，虽然被打成这样，但是还是相信警察，大多数是好的，以后有事儿还找警察，多好的人民呢！我这我这个道理啊，不是什么<对>呃什么证据，我这道理就是老百姓的一个。 几千年的一个一个一个老老话儿，叫“背人不好事，好事不背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几千年了，这都是，对不 <laughs> 对？那<行>我问问你，你为什么？我一再说嘛，你,你为什么到现在，你你,、啊、你,你还没有什么结果？我一再说，真相它不需要时间。 <好>你要真是说他死了，你赶快打电话告诉他们家，说他死了，人就来了。他妈隔了大概有一个钟头吧，你能让我去广告吗？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您刚才来这个顺口溜，我现在也学了顺口溜，就是把最近的几个新闻人就能编得出来。就刚才就咱都说到的，哎，一个是叫什么洞房花烛什么什么了，哎，<laughs> 反正二一个是套路打飞机却身亡。 然后久病百度，逢莆田，金榜指标落他乡，<laughs> 人生四大悲 <laughs> <对 S 1> 是吧？<laughs> 对对对，咱们现在啊，要说说金榜指标落他乡了。这个咱们这个研究教育学的啊，周老师你应该有话说了。哎，我问你，您是人大教授，人大的钱是中央财政全部拨款吗？嗯，肯定不能全部，因为我们人大也有创收，创收呢，那当然了，有一部分也是用于办学了。哦。 比如说我们办班比如说我们人民大有好多班就是一些全国各地的干部啊到这儿来学，他们要交学费的，他们要学费的呢，我们去给他们办班的讲课，给我们点讲课费，那同时呢，学校也得提成，这就等于给学校创收了。我为什么关心钱呢？因为最近呢、啊，就是江苏、湖北这个考生家长啊，都到这个教育厅门前示威去了，不是吗？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高考金榜指标落他乡嘛。 啊！但是我看了很多分析，呃，其中有一个分析跟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现在都成成了一种投入与产出的算计了嘛，就是说，这事儿关键的原因是钱。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北大清华是全中央财政拨款啊，然后呢，像一般这个，比如说呃，这个地方的。 呃，叫什么九八五的这个高校呢？嗯、校吧哎，呃，对啊，就部署的这种吧。啊、就大体上，现在形成大体上呢，就是上边拨一半，但是地方政府给你能出一半，甚至还多。嗯、而且你在人家这个地方办学，你用人家很多资源，因此要多招当地的。呃、<对>你要多招当地的这个学<对>学生，对对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现在当然是双轨制了。什么叫双轨制？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虽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的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拍板了。因为原来我们叫基础性的作用，现在是决定的作用。但是它毕竟在转轨阶段啊。你比如说我们人大的一些工商管理硕士等等，他就有所谓的买名额啊。你到我这儿来，我就给你要钱啊。前些日子我们人民大学招生的处长出事儿了，那不就是这事儿吗？什么事儿？哇，招生处的处长啊，他是我们人大招生的处长，他他进去了。 哦，最 <noise> 起码被双规了 <noise>。是是是，哎呀，我反正怎么回事了已经起诉了，诉了好像。是起诉了，还判没判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至至少知道他用老百姓的话就是进去了，<对>就出事儿了而。而且还挺离奇，他是拿一个假护照出境被拦住了。对，对他出什么事儿了？他不就是卖那文凭吗？嗯、对对，你到我这儿来给我钱，那我就给你一个人民大学的一个什么文凭？不就这儿那不就是创收吗？他那钱他自己可能估计贪污了一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呢？ 那肯定交学校啊，这好意外。他不能吃独食啊。哦，说人家人收人家一百万，他自己就全贪污了，我不相信。我以为我请来了一个高考专家，闹半 <laughs> 天是请来了一个纪检专家。<laughs> <laughs> 您这离我们人民，三事儿 <laughs> 不离反腐。不是<我>，咱们先看看啊，就说是最近的这个一些一些事情，这些家长们主要还是为了孩子上大学着急，我们可以看看。 <对>你你还别说，我那天看见，就现在一聊高考就是科举嘛，说是这个乾隆爷那个时候怎么防止这个高考移民呢、啊？跨省高考啊，就有一次有一个呃人有一个官员，这这一个六品的上朝奏事，然后乾隆一听就听出来，南方非常好就说你是绍兴口音的、啊，<laughs> 但是你怎么是在顺天府考的，是吧？马上就说当年的审音御史，你们是干什么的？就说。 当年为了考核这个，就防止这种跨省啊，就是有审音御史、嗯，就是说这个考生那个时候就有说跑到口音是吧？绍兴的你跑到河北这边来考来了、嗯，审音御史就听你的口音，南南方口音，那就说明你不是本地的考生、嗯。你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地域差异是一直存在的。嗯、对，因为。 你看，自古以来，这说明北方人考试不行，所以得把名额调剂给北方，所以就冒充北方人是这么个理儿，是吧？<laughs> 哎，你看的是乾隆也，我看了一篇文章也很好玩，他就说，呃，当年是在明代的时候，说有一次。 科举考试结果中的进士全部是南方人，结果北方人就不干了。北方人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你这是打打压我北北方人。所以当年的就是上诉，然后这个朱元璋是把这个主考这个这个主管的这个官员发配充军了，然后很多大臣已经被呃负责的具体的一个官员还被斩首，说明这个问题，我就说这种南北的地域差异，看来是自古以来就是就是存在的。而且我现在啊，从这个语文的搞的角度啊，我。 对这个咱们这个教育口的发的这个文件呢，我有点这个意见，就是为什么那么不简明呢？我看了半天呢，按说我的文化程度也比小学高一点，就是我怎么看不懂呢？就是你不是这个很复杂，比如说江苏的这个湖北的这个考生，大概就是说支援这个中西部吧，说把我们的一些招生指标，湖北拨了四万出去，江苏拨了三点八万。 家长们不干了，就这意味着我的孩子机会少了嘛？可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招考录取率啊，算下来，即便拨出去啊，仍然高于去年。就是不管是江苏还是湖北，嗯、这您能倒得清楚吗？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本质就是这个。你比如说，我们都想接受高等教育，我们都想接受优。 良的高等教育，对吧？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儿。但是优秀的或者说优良的高等教育的名额是有限的。我给举个例子，最极端的例子，四年搞一次奥运会，奥运会有两个马拉松冠军，一个男一女，稀缺不稀缺？当然稀缺。嗯，你说我想当呃冠军，你得最起码你得跑四四十二公里一百九十五米。我一再给他们举例子，我说我年轻的时候，你非让我跑这个四四十公里，我立马我就累死，心脏破裂。 您那意思，年老了<对>您倒行了，不是年老更不成。我那意思就是说，<laughs> 谁让你想当马拉松冠军呢？你想当马拉松冠军，那就是非常稀缺资源，稀缺资源它的竞争就非常残酷，你就可能死，怎么了？哎、所以说不患寡患不公正，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些闹事儿的这些不能说闹事儿说人家反映这问题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他们那省可能是名额呢。 就是说比较高比较多，他们的孩子在本省考大学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本身它就是不公平。你可注意，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法，呢叫反分裂法。你们那个省，它凭什么就多呀？那农村为什么就少啊？对不对？实际上呢，应该是全国统一高考。我们国家前一年就是支持全国统一高考。当然了，你是一国家，你是一个。你支持全国统一高考，那考上的都是南方人呢？考上都是南方人，那你得看为什么？为什么是考上都南方人？ 你得想这为，你得想这为什么？那新疆、西藏呢？西藏、西藏，为什么他们就少？你你能，那个就相当于说，你们新疆呃人、西藏人要跑马拉松，你们跑四十一公里，我南方就得跑四十二公里，有这道理吗？不换寡换不公正，是这个道理，是吧？至于说你为什么你们的基础比较差，那咱们就慢慢来呀、啊。你你注意啊，对不对？因为你想人才也可以流动。 啊，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生产要素就可以流动，要素里有一个就是人才，它就可以流动。哎，那我问你，你对这个北京、天津是吧？它这个这儿的招的最多，但是它一个名额都不都都不让出去，嗯、这就是特权呐、啊！特权用说白了就是欺负人呐、啊。你比如你在北京，你考北大、清华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你比那外省能多出好几十倍去，这就是不公正啊。 对呀、啊，就是俗称就是欺负人呢。对呀、啊，周老师，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这个，现在大家反映的比较强烈的也是，就是说北京和上海招生率太高，是吧？嗯、你你占有的优质资源高。如果按照您那个方式，全国统一一张卷，那北京和上海那大部分都考不上了。估计北京、上海家长也得去为政府去不是，那你考不上了，你就找原因呢、啊？你不能用一个特权来解决这问题啊！问题就在这儿呢嘛。所以我们一再讲，我们中国一句老话，不患寡，患不平，不太。 不太科学，我说不是不太到位。哎、我我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看了他们一些个呃分析啊，就说原因全是钱啊。就假如说我的母校啊，你比如说武汉大学，可能呢你在湖北这一方你办学，你要不要用到人家本省的资源，甚至人家地方上给你拨款，这可能占到比一半还多。那么你招生的时候，你不以湖北学生为主？ 这什么一张考卷？那假如呃招招的都是外边来的，本地的反而占少了呢？那这公作这个实际上呢，它是一种逆有论。为什么？因为你以什么为单位？你要以国家为单位，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吧？你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反分裂法，那你说我一省，那么这省里头还有。 还有地区，还有县，还有乡，一个乡还有村，它村子跟村子也不一样。你可注意，你不能说我把这国家我分成省，<laughs> 这省能独立吗？我就问你，省能独立吗？<laughs> 这个道理在这儿呢。我以为我请了个高考专家，闹半天请来一个反分裂法专家，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啊，你说人大著名校友反对人大教授的意见，<laughs> 当然不是这。 不是针对周老师这个，他这个最近我也看了，就是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争议，然后也是传的比较比较广的一篇文章，就是他有一两个观点。周老师说的叫程序正义，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哪，你是谁，你是男女老少，你你是呃不是男女老少，当然是一个年龄了，你不管是哪一个地域，你不管是什么民族，这个程序是一样的，大家都一刀切，就是你过了分数就是这样。另一种它叫补偿性正义，就是说。 你必须得正视这个现状，就是我们这个差异性太大了，而且这个差异呢，是有很多因素。比如说，你这个西北的很多人，他户口在西北，是当年你支援三线建设，你给我发过去了，你不能让我，因为我孩子就在那个条件下考，你又让我来。 去跟这个北京的这些人比，那我当然比不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现实。那我们在这个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做一下什么样的补偿，才能完成这种的社会公正？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追求的是这种叫补偿性。其实美国也一样，大家不也在说吗？那美国它不是说这种区域性差异，它是，它是叫。 种族上的差异，你比如说黑人，他受教育程度就是低，然后他录取率也低，所以他美国他不是讲到了吗？就是约翰逊总统的时候，六十年代他就通过了一个法案，他英文叫 affirmative，好像叫什么 action，就是叫平权运动，嗯，就是一定要保障，用一个法律的形，不叫法律的形式，反正就保障黑人一定要招收到百分之几。那当然了，他说那个不断的在这么多年里头，不断的有个人上诉，就是我是一个白人，我为什么我比他考多了？ 多了两百分，我就考不过他，就因为我是白人，难道我是白人就有罪吗？我比他高那么多，但是呢，这是也是考虑到，比如说美国，他是因为这样，比如说黑人和妇女，因为历史原因，妇女也上不了学，所以他必须通过一个国家的一个形式，政府强入的一个形式，嗯、来保证实现就不同种族之间的一个公平。在中国，它不是一个，比如说妇女和男性，那<對>哪一种公平？不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有一中有一句话叫“有病乱投医”。 比如说，他支援了边疆，边疆的水平比较低，你就因为你已经解放快六十七年了，那你为什么你不多办几个大学？比如说到新疆，说到新疆那个大学比较艰苦，多给钱呢、啊？啊，新疆的大学的，比如说学校的老师比较艰苦，多给他涨工资啊！你明白吧？你不能说他原来不成，他老不成，建国六十七年了还不成，你不反思吗？ 完了，你就告诉说，我得我得在考大学的时候，我得给照顾照顾他，那就不对了。你可注意，知道哎，你周老师，你要说到这儿啊，嗯、我可以给你放一段这个视频。这这个网上现在都爱搞这个自媒体哈，嗯、有个小伙儿，我觉得看上去说话这个，无论是观点还是语气，都有点像是周老师的徒孙儿。<laughs> 你可以看一看，他是模仿这个这个这个这这个宫廷剧里边的皇上。 然后也是对这个高考科举痛心疾首，然后如何平衡？他提出的方策跟你刚才说的简直如出一辙。我们来看一下：西部之崛起，在于西部教育之薄弱。与其损苏干之学位，不如补西部之学历。何不以倾国之力壮大西部之高校，建设西部一流大学？ 提高西部教师微薄薪资，而吸引优秀教师任教；奖励及住房、汽车、名誉，国家部委和央企优先聘用西部大学毕业生；卓越研究者及讲师搞科研带学生不考核；降低甚至取消西部学子教育经费，西部之崛起何愁？ 绝对之公平，何人又有意义？这是您带的研究生是吧？<laughs> 不是，他说这不太对，你不能用特权来解决这种不平等、不平均的这问题，是这个意思。你得用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意思呢，就是市场经济的精髓。 对吧，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它就得，而且还配着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您,您说这个您说这个，您说这个就叫个急脾气。中国的很多事儿啊，<laughs> 就叫来不及。你比如说现在啊，全国统一试卷，那西部的提高教育水平，它需要一个过程啊，那就是造成在一些年之内，这可能西部或者偏远地区的一个考生都考不上啊，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啊。 那怎么对这一点我是同意，就是我是觉得基本道理周老师说对的，就是说，你还是要把资源配置到西部，嗯、就是这种比如说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长远来讲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是它收效毕竟叫什么百年树人，这个收效太慢。哎，如我举例子，比如说男女平等是我国基本国策，嗯、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一步到位，说比如说人民代表啊，大约呢百分之二十是妇女，对，啊，这是一个底线。 但是呢，你不能说马上咱们就一半男一半女，对吧？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老欺负人家，关键在这儿呢。你以为那女的为什么她就比如说从从政的少啊？那是缺乏机会，这就像是请来个妇联的。郑<我>老师，我我我觉得吧。